我们的垃圾场资源回收厂已经转到哪里去了？托运收厂。各位小朋友注意，以后我们的垃圾，我们的资源回收不要再拿到原来的那个地方，要记得要带到搬去我们丰宇球场那边，我们新的资源回收厂在那边，那希望小朋友呢要注意。那第二个就是小朋友，我们的资源回收分类，小朋友做得很好，但是有一点点不好的地方就是我们这边垃圾车只有星期一跟星期四早上来收，所以呢我们的垃圾很快就怎样了，满了。所以小朋友一定要注意，看到满了我们就要把它打包再放新的垃圾袋，不要让它满出来掉出来，好不好？好。那请小朋友多多配合，举手之劳做环保那一边。举手之劳做环保。校园干净又美丽。校园干净又美丽。好，谢谢各位小朋友。